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到沙田区参与共庆回归显关怀家访活动，他探访了沙田新翠村三个家庭，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需要，并派发礼物包。刘江华感谢负责统筹家访活动的团体和参与活动的义工。我哋各个司局长咧，都去到不同嘅区域，系希望将我哋嘅心意同埋我哋嘅祝福咧，系送到俾有需要嘅家庭同埋一啲嘅即系长者。喺沙田区咧，我哋都好感谢区议会、信义会同埋妇女会等等，差唔多系60个机构咧，系协助去推动呢个咁有意思嘅活动。刘江华话：沙田区嘅家访活动获得大约2700个义工支持，探访区内超过20000个长者同有需要家庭。